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威文，今日出到嚟罗湖村，好耐未嚟过啦。今次咧主要想介绍俾大家一间按脚店，主打系性价比嘅。各位有兴趣咧，翻香港之前可以嚟按个脚先，按完先翻香港。喺村口一路行入嚟咧，就见到今日目的地啦，顶足顶。而家佢哋按摩咧，足底按摩系80蚊60分钟，包埋小费啊！入到嚟一楼啦，主力系按脚嘅位置。另外仲有二楼嘅，我就上二楼啦。上到嚟楼上啦，老板话呢度系按脚为主啦，对面仲有一个分店嘅，嗰边就有按全身，收费都系一样。我就先浸下脚先，浸软咗啲脚皮先要收脚。师傅都话我只脚皮好厚好干啊，同我面皮一样咁厚。今次就辛苦师傅啦，我脚皮就好厚又好干，好耐冇翻香港买嗰个足膜啦。嗰个足膜就贴完粒完上咧就会甩个死皮，但我用过两次，个脚踭位都系甩唔干净，都系要收脚先得。哇，好多脚皮，已经收完皮啦。师傅，我只脚太干啦，先同我上啲油先。今次师傅收得好快，收得都好好。我只脚咧就太干啦，好多时出去收皮咧会整损只脚添嘅。呢次就完全冇啦，又快手师傅。坐喺度睇电视先发觉，原来佢系用地面高清嘅。即是这里夜晚是可以看马，现在都按了脚了，好久没按了脚了，师傅的力水都挺够。另外这里都有女师傅按脚的，看看个人要求啦，我自己喜欢男师傅按脚多一点。他这里下午生意呢都不错，啱啱都有几批香港人入场，另外就撞到应该系一对母子啦。个仔就话想按脚，咁妈话想按全身，咁呢边咧就冇按全身嘅，咁阿经理话叫佢去另外一边按全身，咁啊之后个仔就话咁就唔按脚啦，陪阿妈去按全身，孝顺仔啊，搞掂晒啦，好滑啊脚。师傅都话我系狗难收，因为干裂咧好容易会收破皮啊。另外见到佢哋啲师傅咧，好多都有熟客 book 噶喎。啱啱听到好多 call 钟啊，而家咧就过去佢另外一边按身嘅睇下先。啊，翻落嚟咧坐满晒人啦，而家去对面先。好，一路向前行。就嚟到呢个梦之城足浴。啊，好多人买我喎，大家可以揼完骨，顺便买只翻香港。上到嚟二楼就见到梦之城足浴，都系同一个老板嘅。呢边咧就按身为主，呢边都有按脚位嘅，亦都有唔少香港人喺度啦。
这个是可以按脚或者按全身的房。这个是三人的足浴房。啱啱望咧，佢有三人房添嘅，不过有客喺度就唔方便影啦。喺呢个罗湖村嘅足浴咧，就主打性价比啦。大家有兴趣可以上嚟试一试，按完只脚先至翻香港。出嚟咧，仲有一个扶手电梯，系由另外一条街入嚟嘅，落去望一望先。扶手电梯落咗嚟直行，出翻嚟大门口就系新人座呢边嘅大厦。大家都可以见到啦，个费用咧系同啱啱按脚嗰边系一样嘅，都系免签小费。今日条片就系咁多啦，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